5:35嚟操场，有嘢揾我。咦，乜咁快冻晒嘅？哇，乜你咁晒嘅？咁冻晒啊嘛！咩事啊？咩事啊？佢想饮咗杯咖啡啊！其实我哋可以用饮剩嘅咖啡嚟洗手，除异味噶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可以用1/4嘅咖啡沟1/3嘅水，稀释咗之后就可以嚟灌溉农作物啦。我哋亦都可以将啲咖啡摆落雪柜雪3小时，之后就变成好好味嘅咖啡冰啦。其实饮剩的咖啡还可以作很多用途，不用浪费之余，还可以为地球出一分力，大家不妨试一下啦。